Hey, 各位小伙伴，是我小飞象。今天呢，我们又来到了这个玩具大亨啊。在去年的时候，我们把这个玩具大亨给打造了出来。不过这次啊，我们有点不一样，又更新出来了一些新的东西。首先来看一下我们这个玩具大亨里面生产的玩具，它有汽车，还有飞机，然后恐龙。那么它生产金币的机器只有这一排啊，很可惜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边的武器打造完之后，这个是炸弹，然后它会过一会儿会把自己给炸掉。哦，离它远点。然后呢，我们这时候就可以去二楼了。二楼的话，这边的话多出来两个制造机器，不过我们看不出这里面造的是什么东西，离得太远了。那么这边7500我们造一下，也是个装置，也是一个生产娃娃的。哇，这么多吗？还有8000，哇，还有10000，24500，完了，我们不够了，我们感觉一个钱。哇，这么多制造机器，但是这边的玩具哦，它是从上面都给跳出来的。然后这边的玩具我们来看一下，它是一把刀，还有一个汉堡枪。那么各位小伙伴，如果想和我一起录视频的话，记得在我的这条视频下方评论，然后加我的 QQ 群，那么我就会抽一位幸运粉丝来和我一起做这个下期的大亨视频。那么这边上去之后，我们来造下这个55000，好像现在还不够的样子，我们只能再稍等一下了。好的，那么我们现在回来继续拿上我们的武器，把我们这个大亨打造完毕啊。这个大亨最近更新了楼上的一个房间，让我们去看一下。这边的话，从这个梯子上楼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房间了。看一下贵不贵，这边有一个7500的桌子。哇，办公桌啊。哇，原来是更新了这个东西啊。还有2000窗户，8500的是什么啊？外面的一些装备啊，这个是灯。哇，这样的话我们这个玩具大亨的办公室就打造完毕了。这边还有电脑台。那么我们看一下楼下有什么。楼下的话这边都已经造完了之后，这个门应该是能开的吧，果然能出去。好，还有最后一个装置啊。最后一个装置是什么？是这个东西。10万吗？我们应该够钱了。哇，造完了，我们黄色的 logo 雕像代表了我们这个玩具，还拿到一个成就。然后这个东西呢是可以上去跑酷的，跑到终点它就会奖励你给一些金币，这个之前就有啊。来，小朋友挑战一下，哎，给你们看看，一次成功，这个红的千万不要踩，OK， 然后跳上这个白的，太难了吧！我刚刚明明没有碰到白的，这个判定好严格，我就不信还跳不过去了。然后我们等会带上我们这个武器去别人家看看啊，这个炸弹还是会把自己引爆的，所以说炸的时候要当心点哦。走 ，nice， 你看这样的我们就获得了1500块钱。好啊，回去之后我们的武器都要重新拿了。OK， 来吧，我们这个玩具大亨2019年更新的已经打造完毕了，有很多小伙伴都喜欢看这个大亨游戏。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武器的威力，这是什么？一把汉堡枪吗？可以发汉堡？哎，这里有一个箱子，他的这里有一个箱子，我们这个箱子好像已经用完了，你是可以把这个箱子搬到别的地方去的。比如说我们来试一下这把枪的威力，打他没有用，哦，还是有用的，伤了一半的血。哇，我们用汉堡包枪就能把它给干掉，来，拜拜。咦，哦，拜拜了，他这里有个箱子，但是我好像拿不了他的箱子。哎，给他扔了个炸弹，炸弹那边滚过去。哎呀，他有个无敌罩，等他这个蓝色的罩子取消之后，小姑娘给你扔个炸弹送给你，留给你，拜拜。哦吼，哎，他跑远了，再给你一个。别人的箱子我还拿不了，但是我自己的箱子已经送完了。他是让你把这个箱子送到一个别的地方去。哎，我是不是能在别人那给他在上面的跑酷地方给他扔个炸弹？哦，没有了，回去就没有炸弹了。好吧，果然在跑酷的时候不能影响别人。那么我们今天的箱子已经送完了，然后我们这大亨也打造完了，然后看这边有没有小伙伴，也没有。好，这就是一个完整的
玩具大亨啊，各位小伙伴可以来挑战一下。那么我们今天游戏视频呢就玩到这里了，各位小伙伴记得在视频下方评论点赞，让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